然后第十个问题呢是不发菩提心可以吗？我皈依了金刚萨埵，念金刚萨埵心咒，忏悔无始以来所造的罪业，为什么必须发菩提心呢？我不发菩提心可以吗？有这样的想法。那么我们这样应该回答：虽然皈依金刚萨埵念咒有很大的功德，但是呢，不发菩提心会让无上的大法呢变成小小的一个东西，走的路呢就是很狭小了。我们所造的罪的根子就在我这上面，一切一切的过患都是从执着自我产生的。忏悔就是翻过来去利众生。还有我们需要知道所谓的业是什么意思，业就是造作的意思，只要我们造作的方式完全转变了，那么业就变了。过去的习惯心就是处处为自己，现在呢专程念念为众生着想，原来是安乐给自己，痛苦给别人，那么现在是苦难给自己，安乐给别人。造作的方式不同，就是转变了业。而且呢，发菩提心是从根本上最大量的转变了内心造作的方式，这样就截断了过去的恶趣道，截断了优陋的人天道，以及消沉道的相续，这叫做幻相续。所以必定要发菩提心的。另外呢，菩提心是内心的一个大转变，过去无始以来在无量的时间当中呢，处处都是呢以我为中心的，其贪嗔痴造杀盗淫妄等等很多很多的罪，造的罪呢是无量无边的。现在翻过来发菩提心，尽为来尽，念念利益众生，所作都是无量无边的大乘善心。而且呢，菩提心当中呢有无量无边的善的力量，能铲除罪业，威力极大的，一个刹那之间呢能消除无边的重罪。所以为什么不发菩提心？必须发，赶快发，真实发，不推断的方式发，让它增长，让它圆满，让它彻底究竟，这个才是真正彻底一切罪业消业法界，让大清净本来面目彻底显现的一种最殊胜的一种方便。为什么不发菩提心呢？必定要发的。接下来就是看破厄力。第十一个问题呢，就是破厄力的梯心是如何，怎么修破厄力。因为这样真正消除业障的话，不是大概大概能念几句衣柜的词句啊，或者是能念一个心咒，这个不是为主。他想真正质量为主，想真正消业障的话呢，肯定要修破厄力的。所谓的破厄力梯心是如何呢？或者真正修破厄力是怎么来修呢？具体化一点，真正操作消业障的方法的时候呢，修行的每一个条件都要下一定的功夫，方方面面都通达呢。然后呢，从很多因很多愿自己和他人上面该居住的因缘都居住的话，这样的殊胜因缘的推动下，或者说因缘居住的前提下呢，才能消业障的。所以呢，还是继续问破厄力的梯心如何，怎么修破厄力。我们就这样回答：破厄力的梯心就是对所造的罪业最会的一种清净善性。比如以前诽谤其他宗派的佛法，以业果衡量起来，以这个业的力量呢，会直接的堕无间地狱的。悔恨自己为什么找这种毁灭自己的罪呢，心里呢多多升起罪悔心，就是修破厄力。在这个时候又会问，怎么才能升起罪悔心呢？就是多思维罪业的过报，比如思维自己做过的杀生会让自己呢堕入八热地狱当中，如果现在不断杀生的罪，那么以登六的力量呢还会不断的造作杀生，这样杀生成了习惯性，多么可怕呢。而且呢，一杀生呢会多病的，一杀生呢会产生短命等等的过患，想到这些特别后悔造那杀业，后悔心引发的呛，那么才有破厄力的。所以说在单上寺的一规当中就讲到，如同一幅恶毒窑，深深罪悔发怒忏，就是这样讲的。所以这样才正是明白修破厄力的问题。第十二个问题呢，为什么要发怒罪业？发怒罪业有什么作用呢？我默默的给别人不说，不发怒忏悔可以吗？发怒有什么多的作用呢？有什么多的一份功德呢？有什么必要呢需要发怒呢？很多人认为给别人说呢，自己没有面子啊，或者别人对自己看成一个不好的人啊，或者我说了我做的这个罪业还有下地狱的一种因缘，就根本不肯发怒。不知道发怒忏悔的内容的话呢，确实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发怒罪业？发怒罪业有什么作用？有这样的提问，应该这样回答：
发怒呢，人让罪也停止的。如理如法发怒的话呢，罪呢不会增长的，有破罪业的作用。正确的答案就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在身体的阴蔽处长了个瘤，不把瘤挤出来会溃烂的，挤出来呢就可以遮住的。那同样的道理啊，发怒罪心就是把自己心里的阴暗面暴露出来让它见光，这样呢能排除罪业。我们的罪心呢都隐藏在心底深处的，不坦白诚恳的发怒，所以呢很难消除的。所以呢自己所造的罪呢要多发怒，这是非常好的。然后接下来讲对治力。对治力呢有很多很多，这次修法的对治力呢就是念金刚萨埵心咒，以下呢是有关心咒的问题做抉择。第十三个问题是这样的，金刚萨埵心咒有什么殊胜的功德？我们应该这样回答，在《基金迷须》当中说到，只要能听到金刚萨埵心咒，也是往昔曾经供养过无量诸佛，做过无量佛事的过报，而且呢，将来往生金刚萨埵刹土，获得诸佛加持，去入大乘道，具足神通，先前升观智慧智验，决定成为佛的究竟义智。在《金刚搜寻》上面就说到，如果能如理念诵十万遍信咒，便可清净毁坏根本誓愿的重罪。这个呢是针对过去仙界来讲的，在现在这个恶作事呢要增长十倍的方式修，答案上是这样讲的。所以呢念诵400万遍金刚萨埵心咒呢，清净毁坏根本誓愿的重罪，只要如理如法居住势力的前提下，你念诵400万遍的金刚萨埵心咒呢，所有拿绒的成千上万的圣众以及过去大恩上师金刚就承诺过决定会清净众的罪业。还有呢龟蛇奔心喉轮上面就说到，今念一边上师金刚萨埵心咒，即是对自己的大护持，而且呢刹那获得速生洗涤。所以我们就知道金刚萨埵心咒的的确确是成了无上如意宝一样的，有速生的加持力，速生的功德，能清净很多很多的罪业，哪怕是金刚迷称的四海四愿的众的罪业都可以清净的。而且呢念一遍耳朵里听到一遍呢，就成了给自己呢做大护持的一种修法，这样就明白金刚萨埵心咒呢有殊胜的功德。就像天线调好呢就能接收电视台的信息，凡夫人通过迷咒的奇妙殊胜的方便，就能把金刚萨埵的佛理接到自己的身心上来的。而且需要知道，对于心咒的信心和恭敬心越强的话呢，加持力就越强的。然后第十四个问题呢是这样，金刚萨埵心咒和金刚萨埵本尊是什么关系？有些人回想，念一个心咒跟金刚萨埵佛尊有什么一种相应的因缘呢？我们应该这样回答，金刚萨埵佛尊和金刚萨埵心咒完全就是无二一体的，无二无别的，就是一致的。心咒就是佛尊，佛尊就是心咒。就像一位演员演文官、演武将、嬉笑怒骂、举手投足等等，这些标签和演员是什么关系呢？这些标签和演员不是两个的，都是那演员的一种诱物。要相信这一切的诱物就是演员。同样的道理，在我们业障繁复的心欠呢，不能亲见金刚萨埵的法身和报身以及化身，那在我们的这个心欠佛尊呢以什么方式显现呢？就是显现迷咒的文字像。所以说金刚萨埵心咒就是金刚萨埵智慧的一种幻变，而且呢佛的智慧可以在说话中身前呢幻化种种的形象，要以佛身调伏就显佛身，要以平凡身调伏呢就显平凡身的，这都是呢同一个如来的智慧诱物，实际上呢没有差别的，不能认为佛身塑身平凡身下列。比如同一个演员，有时候演国王，有时候呢演平民，都是呢同一个人的诱性，并不是先现国王像塑身，先现平民像就地裂，没有这样的差别。这样我们就知道金刚萨埵先现成迷咒文字像，这和金刚萨埵的真身呢没有高高低低的差别，没有任何高下的差别，
这样需要理解。这样的话呢，金刚萨埵心咒就是金刚萨埵，金刚萨埵的身就是金刚萨埵的心咒，没有两样，无二无别的，完全都是呢一个金刚萨埵智慧的一种幻变，这样就没有疑惑了。这样念咒应该下功夫，亲自见金刚萨埵和用信心祈祷而持心咒功德一样的。然后呢，讲第十五个问题，成就金刚萨埵心咒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那我们应该就回答，最重要的条件呢，就是把心咒收持为佛尊的信心，能深深相信心咒就是金刚萨埵佛尊，一念心咒的现现就是金刚萨埵的现现，年年现现，这就是金刚萨埵横持在自己的心中，年年消除业障的。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殊胜的修法要成就的话呢，的的确确它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深深的相信心咒就是金刚萨埵佛尊。然后讲第十六个问题，第十六个问题呢，在修思虑当中我们最容易忽略的是什么？最容易忽视的就是修回复力，修这一力也是禅会最奇要的最关键的一环，具体就是呢要发蒙力的誓愿，今后哪怕失去自己的生命也不再造恶业了，这样发愿，这样发誓，这样要下决心，蒙力的一个誓愿呢必须要心里先切，在这样的前提下再念修才算是最殊胜的消业障的修法。发誓愿是非常重要，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一生当中杀了很多生命，在忏悔杀生罪业的时候呢，一定要发誓以后再不杀生，如果没有这样断杀生的诚信的话呢，忏悔杀罪也只是一个空话而已。松超的大慧禅师这样说过，有一种人早晨看经念佛忏悔，晚上呢又方中叩业骂人，第二天呢照常立复忏悔，一年到头这样做日课，真是很愚痴。他不知道梵语参摩翻译为会过，意思就是断相续心，一断永远不再相续，一禅呢永远不再造，这是禅会的真实意义。所以呢，禅会呢一定要重视修恢复力，有这力才能遏制罪业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我因为吃辣椒而导致胃出血呢，认识到这个之后呢，能发心以后呢再不吃，才能呢避免再次发生胃出血的情况。同样的道理，造了邪淫啊、堕胎啊、投盗啊、谤法、离间啊、憎恨道友等等的种种的严重的罪业，在翻新之后呢，一定要真正发誓再不犯这种的过错，这是很重要的。很多人呢根本没有这样做，这是没有忏悔的诚信啊，所以呢不见效果的。第十七问呢，我们怎么知道忏悔有清除业障的效果呢？一般人呢认为这个消业障呢也看不到摸不到抓不到什么一个，不像佛菩萨，不像诸色大德传承上师，他们有深通智慧知道忏悔消了多少业障，但是我们做一个凡夫人怎么知道忏悔有清除业障的效果呢？这个时候我们应当这样回答，业障残出的时候呢会有很多很多的现象出现的，在梦当中出现的现象呢叫做外的现象，在自己的心里面出现的现象叫做内的现象。打比方来讲，比如梦到雪山啊，穿白色的衣服啊，在虚空当中飞行啊，梦见日月升起啊，还呢在微妙的宫殿当中安住啊，或者呢涂不净物等等，有这样的相出现，那么说明业呢得到了净化，但是呢也不能制作言相到处宣扬。然后内的言相呢就是三心发出来，比如惭愧心啊，对上师三宝的信心啊，对众生的悲心等等，只要如理如法修忏悔，或多或少都会有言相的，念的身心清净的，念的身心呢是安定的，这就是一种殊胜的言相。言相是有的，但是呢不要制作，不要追求，重要的就是好好忏悔。然后第